在整个外形设计上面采用的是非常的专业沉稳的黑色系，以及呢大家都看到就会非常疯狂不已的白色系，这种品种给大家来做一个最棒的一个选择。而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 VY 整个在外形设计上面呢，一眼就可以瞧出他身上就带着浓浓非常专业的一个风格性质在这上面了。而且呢，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知道，我们 Vivo 给大家的相机专业度绝对是一级棒的选择。如果你想要机身非常的轻巧，非常的好拿，随时走到哪里拍到哪里都可以拍出与众不同非常专业作品的朋友们，我们的 Vivo V1 绝对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而今天我们登场的 V1 两个色系提供给大家，不管你是想要专业时尚的黑色系，或者是想要非常典雅的我们的白色系，通通都可以帮大家达到一个最专业的需求哦。好，各位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最后登场的是我们的 Canon EOS M。 好，在我们的 Canon EOS M 的这一款机种上面所呈现给大家的一样是非常受到大家疯狂喜爱的白色系机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机身相对上面非常的轻巧，所以在携带上面呢可以大大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哦。主持人知道了，我们现场的所有这个专业的摄影朋友们，光一台机身呢大概都有3-4公斤重，对不对？所以呢，你想要减轻大家的负担，走到哪里拍到哪里，我们 Canon EOS M 绝对是你们最好的选择了。而在整个镜头呢，类相机镜头的选择上面也非常的多样化啦，所以不管你只要拍风景拍人像哦，统统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哦。真的非常的爱不释手了。当然在我们今天相机节的这个活动里面，哇，可能或许也有非常棒的优惠提供给大家哦，所以喜欢这款相机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相机节的活动哦。这么棒这么厉害的相机新品哦，这些大家呢现在一定很想要也赶快拥有一台，对不对？尤其你看所有的相机都很重，对不对？我们看看介绍给大家的都是一系列非常轻巧的机种。